一百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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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人来，无咩啥，来一个，炒高丽菜啊，煮丝瓜啊，虾米啊，炒饭这太夸张了，因为我无够方，对，都无够方。你之前迄较红的迄做芳的，B 一百，樱花现在可以啊，成本比较贵啊，要不然干嘛来煮？有一块无啦，有一块纯只箱啊，纯只箱尔，两百有啦，有一块两百，来这里一块。太多了。我差的卖完就对了啦。把它卖完就对了啦。哎呀，吹灯啊。还能发？啊，你如果喜欢吹一点的话，我教你，你用油，用低温慢慢炸，炸到发硬之后，哎，可以来这细细或成夹也可以。太糟哎！我试过哈，用低温油慢慢炸，炸到酥酥脆脆的，也蛮好吃的。过来吧，鱿鱼花。两百，但是要控制好，一个不控制好的，我操鱼丸，操会打比啊。两百，我来买啊，我来买，谢谢。啊，真的，气死了。也可以加进去。四两条，两块钱。就是用气炸锅，烤箱，烫的买菜。超市一包都卖130啦，两包二百五，二百五有人啊，200，来200，炸，来200，够人来无？起司鸡条200，要吗？气炸锅可以炸樱花香吗？可以啊，200，够人来啊？我吃过，要买一包100块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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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2包，来3包，3包200，4包200啦，来200，这一包来500，是啊，500，来500，200，1、2、3、4、5，来个人来无？来500，200，个人来无？1包200，来3包、4包，来500，来200，我后面要吃。来最后一个人来无？不招一个就好啊，200，200，200，后前拢歹吃。他包想不想吃？他点啥？牛柳呀，牛柳，姜母鸭，好，姜母鸭好啊。进口的挪威这保养的袂咸啦，无配方嘛吃会落来。来3袋200，来4袋，4袋要比4袋200了嘛？5袋200了嘛？5袋，啊，4袋。海瓜子肉需要透刷吗？不用。200，无紧啊，200了嘛？来200了嘛？4袋来，200了嘛？200，3包4包200，200无人来哦，加不加上海？来200了哦。来啊，好好好，来，还200，够人来哦，进来，200，4袋，200的大袋，200有人来哦，来200块，200无人来，无恁爱食啥？好，牛柳，鲍鱼啊，牛柳鲍鱼啊，哦，牛柳来啦。牛柳春车的啦，卖好料就好啊。老酒粉要不要？老酒粉要。牛柳来2，300，来2包300，4包，来5包300，来5包300，1、2、3、4、5，5包300，来6包啊，6包几啊？那个几嘞？啊，不要捞几嘞哈？1、2、3、4、5，来6袋。来最后几分？来。
剩四包啦，两包啦啊，两包了哦，来两包一遍。鲍鱼，鲍鱼你最好赶紧切平平啦。去年差不多要出发了，你从你那边出发过来多久？在吃，他们吃卖豆雕，他们吃卖猪，孙阿汤猪太老，他们做吃，做汤底，做鸡汤来噻，来一包、两包、三包，四包来三包，有人来四包、三包来五包、三包，六包、三包，几个？三包，六包，六包、三包，无人来。谁要包你的？谁要包你的？好，来。六包三百，无人来哦。六包，一人加四个，来六包三百，个人来哦。三百块六包三百。六包三百，买一盒多，内面两包啦，来两百啦，两百四包啦，两百买一盒多来两百就好。来两百个人来哦，两百你准备？我买六包啦。你买六包，来，安尼上好啊。来两百个人系无？两百块，两百个人来。来，阿松，刚刚那个海瓜子青肉留一份去后面。好，你马上到了。OK， 好。几波啊？从家我看没有掉啊？几波啊？来一杯一百好啊，一包一百有人个哦，一包啊一百。来头前，来头前一个啦，一个你要来尔，两个好，两个来，来一百。来三个，后边嘛，四个，够够。五包，够够。他走开了，鱼竿不够，鱼包也不够。八七啦，这正的，开好的。配冰爱酥盐哦，配冰酥盐来煎就好。来两只，来买两包的话。来六尾，来八尾，来十尾两包。来十二尾，十四尾，来十四尾两包啦哈。这两尾我加了十六，两百块。来头前。十六条嘿。四四十八十十二，来十六。来十六，两百块，我这排好，这正啊，写八十十二，来十四十六，来十六，哎哎哎，哎，够熟啦，这个话呀，啊，哎呀，来，是吧？来十六来不？八七六排好，排好，来十七六八，来十，十二。来两百块够人哦，肉质太好诶，纯质诶无偌济啦，二四六来八十，十四来十六够人诶无，十六只，两百够人诶，谢谢。来他扣卡留一份哦。多利鱼，这多利鱼哦。今麦足贵，哎，做水煮最好吃，这样包滚锅起，没有，来早期啊，兄弟们，还有龙虾吗？龙虾像大只的，大虾，这个靠超市你买一包，今麦上少要150啦，150啊，两包就300，来两包300，来两包300，几位人客来？我没走。就
安两百，去过来，迄鸡，这拢无饲啦，食着饲起来用的，无饲搁无骨，两百、千百，来两百过来了，收你两百，拿头钱，好大，在你后面走。这样，他们在旁边，来两百过来了，两百，最后一个人开头啊，不值钱。我叫最后一个人客来，两包人来，来点。来帮我接钱。太乖了。来，章鱼脚留一份去后面哦。那个人刚好来拿了。章鱼脚，哎，那因为那位小姐要的，我那边有一个小姐要的。有在这里。章鱼脚啊，大。乖鱼啊。快，人家拿货去拿。来，乖鱼上面来。乖鱼，来这边一袋，大哥来帮助。什么贵？贵哎，又贵一千块啊！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还够两个贵的不？十个要卖五百货，少了一包三角。不卖三百，你不用有太多意见，人家想要怎么卖就怎么卖。来边啊！来，各问几个人，不只我喜欢来两位，来四位，来六只，来七只、八只来，来九只、十只来，五百块。来陶景，来，好来哥来。两只我好几位坐坐，超百五块啦。哦，啊，这样样，规定较俗的，啊，这哦拢无问题哦，嘿。还过来卖无五百块四只六只来，还是八只过五包人个，九只十只五百块，几块过来，五个人不只满意嘛？五百块过无？满意拢有啦吼。安尼我问坐，你小家顶个坐袂了，买三百块四只三百有无？五百、六百、三百块、六只、三百块有无？三百边啦。还过来不只满意无？三百块、六百、四百来五只、六只、三百块，几块过来？今天帅的帅太多，要拼完。可能要到十点哦。
那你要300哈，好。快快。等一下找钱都可以。来，二来，来四来。我上星期罢工真爽，我是不想传染给人，好不好？上个礼拜我确诊，我如果硬跑过来的话，传染给大家怎么办呢？当然休息啊，什么真爽？还是这样摸你吗？天妈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我要爽的时候不会让你们看见。来，对啊，今天摸啊超便宜，那边钱也赶快。三百前面两个，来，拿一下。来，前面还有一个。二来四来，来六只300块。来，谁要找钱哦？来，300还摸鱼，也有人要吗？还有没要摸鱼的？都有人哦。好嘞。你圈的章鱼脚，9-8条，来，有人点章鱼脚，有人点章鱼脚，哦，章鱼脚，我咧9-8个位置，你今日9-8个水，哦，你也看这花纹哦，那伊这想，不用，不要用想，太过，不用9-8一定要有想，无想你千万唔会有，没有年意就不要买了，还有500没有。还有一个500，18没有年意的卖个不了而已。哎，接下来进来，我好不崩起来，我还用开心100两，还是700块，接近半单。来，都有了，都找完了来。哎，接下来进来，我卖700，卖你500，无底买上来，我少一人起来，只买过3只500块了。好来，阿哥来，还过来，你只酒干无来500块，好来，一只，还进两买哦，来，这三买过500块。来，陶婷。你清蒸的，你搞煮姜丝清汤好吃。来这边，来500块，还有人要吃石斑吗？石斑有没有？都有了。好来。来这样了，还要吃什么？啊，这富贵鱼叫水碗卖啊。这青青。这柳叶鱼啊。柳叶鱼的柳叶再搞好起来。这富贵鱼这有人卖无？这一条个一只5斤重啊。这五斤重，这只鱼啊，生的这只来，你规只哦拢焦脆，你等于给我泡对半，泡对半，一边用吹，一边用蒸的就好吃。这来，这尾我好台面拢开1,300，这尾现在1,000啦，1,000块，1,000块，来我少一样面嘞，这尾1,000啦，这尾嘛1,000啦，这两尾都2,500有人来无？这两尾拢我去少一样个，1,000了，哎，这两尾1,500，拢无人来，1,000块，这两边1,000嘞，2只1,000块。我这两个就是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你啦，我招两个人去抢，买一杯五包好不好？如果你等下要来拿石斑，就是我要排300块来。他娘！来啦，我来。不要皮，你吹到那响。来，过来，过来了。想了两摆。看这块的表情就知影。来，看阿松的表情就知影。不要急，你有没有？啊，两百1,000个，你也买。阿妹，两百1,000啦。我啦，我啦，今年啦。你要几位啊？你要啥位啊？哦，你啊！不是几千而已啊！那你比不过啊！1,000块，啥位？来了，可以的，好可以啊！可以的，分了我也都可以的。来，我800，那你点900的吧。好
一箱两买，安尼乌白买安尼。是啊，不要票啦。变两块五千诶。室温一点钟方向黑口罩啊，你在看立马？好吧。腿不错，人妻人妻人妻啊，果然是。懂看哦，刚刚来的时候香水味蛮重的，而且不是便宜香水。我买了那么多香水，一闻就知道那个香水味不便宜。好，啊，前桌那些都有人哦，一起问哈。还够人卖不？你来是不是？多好。三姐，跟琵琶够有无？有啊。三叠过来。我要卖矮油了。呀哈！一块矮了，一块矮了。其他的应该这个有这个中文棍能贵，有些这个这个没有明白。OK 好，这个能贵。来，列根地吧。奶奶，这个不是西牌，那个味道不是西牌。熊内有的香水一闻就知道那不是西牌。那个应该是一个粉红色的牌，粉红色玻璃瓶装的那个牌子的香水。好了。哎，你嘞，你这有蛋的哦，你这不会能卖200块，200块嘞。啊，没有，那个味道应该像是地，应该比较像是地，应该是地油的味道。龙志，你要留两只谚语是不是？好。哦，后面开始见底了。看到这有没有蛋？有。它那个为什么那个果的里面，然后进到那个蛋？因为这个不是那个果的，不是，那个不是用这个果的。对，我有一种受骗的感觉。对，没错，一定有蛋啊！我跟你说，这边固定礼拜三，没有每个蛋。哎，200还是谁啊？买完什么东西？没有，这没有每个。每个礼拜三啊，那每个礼拜三啊，每个礼拜三啊。哎，还有谁啊？200，有没有？都有了哈。哎，不信。超 Q 了。不信自己来闻呢。超 Q 了。啊，超好嘞，超好我袂信。信哦，这两只留在后边。来，这两只留去后面。太香了。好，谁要站一脚的？九龙子帮你留了，帮你买300块了。哦，一顿给你搞傻傻的就好吃。好吧。好，300块，300箱卖，300块来交了，300箱啊。对，企鹅脸书留货的，自己去看一下。张一脚啊，那你公粮张一脚张牌。他的账号有他的头像。我很去了。来，我来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大哥大哥来干嘛的？哎，有没有人要快点来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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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旁边的对吧？有。为什么男生喜欢喝香水？为什么男生去喝酒就跟这叫做零胖胖？喝酒是其次，闻到胖胖的加一种尴尬。但是如果闻到便宜香水的话，我会喝不下去。来个人不偷丢啊！偷偷偷偷。
没有都了解，只是爱闻而已。来过来卖吧，靠边，我爸哭，喝了哈、哦。来，来九班老九要不要哈？九班要。哎，九班老九够啊。来江淑慧，你的石斑我留在后面哦，等下去后面拿哈。来北段爷，来先北段爷来，北段爷哦，上好搞吧？你无多工的，爱食先来食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六来，先来三百块、三百块，来七第三百、八第三百、九第三百、十第三百块先来。来我少食几块，我到底要哪包？台北多一个三包，三包好了。因为香奈儿的香水，香奈儿的香水闻起来它比较不会有甜甜的感觉，香奈儿的香水的闻起来它会比较野一点点，蒂友是比较甜甜的感觉，兰蔻的闻起来它是比较有海洋清新香。哎，还有没人要白带鱼的？你多一个人卖不三百，三百块还有人要白带鱼？多人了哈、哦，多人要收了哦。你多一个人卖多少？一百吧，三百。然后，你搞个三百好不好？然后九马龙罗香。罗香系列的闻起来也跟兰蔻的有跟蒂友的有点像，但是它偏有一点点檀香味道在里面。你三百五十，你三百先买，你三百五百了，再快，最后三个没有，最后三包没有，你又一千够不？你又一千毛吗？我两个有，这三百五百五，四百绝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三百，你三百五，三百五的。我通常比较好分辨的三个香水味道就是熊内奥、蒂友，然后跟九马龙。兰蔻的部分就是它的味道就比较有特殊一点点的味道，所以算是好好认。很少闻到植村秀，所以我对它没有印象。来，这油烟圈我个袂卖吼，这最后是香火啊！你等于你搞炒三杯好食，哦，炒三杯三三五五三片对啊，一包一公斤，你都来处理哦，你搁处理啊！一包我今麦用团购价，一包一包。植村秀有出香水吗？它不是几箱？三百块有两个。几箱如意居多吗？两包，卖两百块，两包两百。你两包够有人买不？两百块是来两包了，两百块。来两包过来，两包，直接来。来两包好不好？来两包两百的。植村秀有出香水吗？我记得没有吧。植村秀不是都提香如意居多吗？来，来两百下来。来降回，降回。啊，还有人要吗？最后剩这里没有了，两包两百块鱿鱼圈，等给国本用上，国本用钱也买晒了，这几年，这几年，这几年没了。对啊，我记得植村秀它最主要是卸妆跟化妆品吧。植村秀有香水吗？我没什么印象。来五百的价，来哦，这包多利有两百不？